上节目是由 Japan Technology Enhances Ingo Assumption 三菱电机 Starmax 机系统 ERA Trusted by Generations 以及丰臣 ACT 超级品牌主播赞助阿健发现 Ray 在追求逼真面对情敌的刺激是否会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出狱后的惠瑶发现B站竟然把他们的公寓卖了失去富裕生活的她是否会和丈夫破镜重圆天宫藤憨人最后一集星期五上午11:30八频道你也可以上 MeWatch 免费随时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本节目是由以下机构携手合作带给您在外面呢有一个大屏幕的显示在这个区域啊只要你用手指去轻轻触碰就可以让它加温加热四种温度调节分别有50度70度90度还有100度50度的水刚好泡奶没有问题这么方便好用你还在等什么呢将示范如何接触你从未涉足的市场这是所有想增长业务的企业主主管和营销专员务必出席的活动扫描 QR 码进行登记想看好节目不用到处找严选8年你看好节目的不二选择进入陌生国度带你窥探独特的人文与风情极尽之旅我们三个人组一个团队小人物也有大梦想最强天团今天我们来猜一个鼓手你要找的人就是我哈包租婆要当歌手在一关又一关的街头直播比拼中好期待他们之中谁能成为游走的歌王一群爱心天使用他们的热忱温暖每一颗心关爱乐灵医疗大小事，一起解锁知识，了解你身体健康的神奇密码，都在医疗大小事。好幸福！严选8点，为你严选的生活、娱乐及知识性节目。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八频道与 MeWatch 同步观看。我忘了向王大娘订丝线了，我们回镇里拿吧。不用，你在这里等我。
你去，我快去快回。天妒红颜呐、啊！你就结束剑吧。
什么？大将。不要倒到我身上了，看那边。
跟他可以算是不算同年同月同日生，我们同年同月同一个星期出道，但是我跟他的那个主持的定位啊差很远，可是我不知道他凭什么跟我又主持这么多个节目，凭什么呢？他有他的能力，另外一个是很爱迟到，那个我因为他叫我在楼下等他，跟他一起上一个节目，我真的到他家楼下等他，我 as usual 提早十分钟，最后五分钟 countdown 下来了下来了，他一从楼梯一走下来之后，我车转了弯就走，就是故意要这样整他，再也不差一点点了。很心疼。下面你们大概用一个礼拜去清洗，为什么？因为是很油是吧？不是，是炸三八鸡的啊，那个虾头啊、炒啊、炸啊。啊，对对对对对。哎，第一次见我要煮什么？我说虾面喽。你今天带我展现你很会煮虾面，他煮了虾面就货真价实，然后材料又放得多。一碗就是2公斤的虾。我先看一下你的食材，因为我知道你的食材，听说我们的统筹听到你的食材，他已经在菜市场晕倒两次了。为什么？很多。虾面，我真的很受不了哎！你又不是名厨，你看到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它阵仗真的很夸张的大，很夸张的大？你是要开店是吧？我的啊！我的啊！我的好朋友，原来是你啊！才想到我骂他从来不出现，也不出席人家的综艺节目，甚至于他也挑节目煮菜，你看那个样子也不会煮，光光凭这两个心意就知道有友情有这个感情了，不会煮不上节目，那今天都来了。刚我才跟大家讲，我跟这一个人呢有着很奇怪的缘分，是我们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我们是同年同月同一个星期出道。对，是啊，你也是演那季童是吧？没有，不是，那个时候我们同一个节目，然后他是主持那个《青春爱你爱不完》。哇，那个时候他就是你这种清纯呢，那个时候他就是你这种清纯呢。我现在就转过来，哎呦，破裤啊！啊，只是现在不是在街上，不然就骂街了啊！我跟你讲。以前就是这个样，很清纯的坐在那边，欢迎收看《青春爱你爱不完》。
你说。我说我们就是完全不同类型、不同级别、不同样式的主持人，可是我们居然搭档做了很多节目。爱给人力量，爱让我们再一次欢聚一堂。陈以后，我决定抱你了，过来。我决定抱你。欢迎收看我们的猪宝宝欢乐迎肥年。哎，是的，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可以和我们一起辞旧迎新。都是你倒霉还是我倒霉？没有，不是，因为想跟你讲，节目这种东西啊，就是说如果公司注重的话，他一定把最好的放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天就是最好的了，对不对？有来自海外的，两个来自海外，你也台湾嘛，对不对？我还喜欢台湾，我还是 local 嘛，本土天王。本地也挺佩服我嘞，我后来才想说，我这个节目请的都一定要是跟我很好的朋友。是。然后你看一下我请来的嘉宾，个个都是顶尖人物。Sorry，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 Chef Eric， 名厨 ，OK。明初也可以说是我们拉着他出道的。明顺啊，这个不用讲了。郭亮好朋友，郭亮真的不简单。不简单。郭亮老实讲，他也从来不随便跟人交朋友，也不随便上综艺节目。是啊，还有一个你可以看得出中间那张。这张，哎，黄俊雄啊。另外这个也是难搭的。另外这个也是难搭的。小玉一直笑，那个死妈逼，笑到眼泪眼油，老眼油都流出来，开场就了。反正会啊，你的食材我们就这边直接看好了，因为我看到你这一台啊，很不理想，我们不用放 table 了。这是什么来的？来，我们这个食材站好来站。需要进去吗？来，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我这食材真的是啊，你看，咸菜 ，OK， 咸菜。你不是煮咸菜粥啊？不是，哎，咸菜，咸菜。我跟你讲，艺人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吗？你去巴沙买咸菜，买一送一，而且是现在这个是哎猪肉，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要处理的事就是咸菜猪肉。汤哦，没有，就炒。酱而已啦。我跟你讲，有些时候菜不用多 ，OK， 配料不用多，食材不用多，好吃一道菜就好。